次的这样的一个合唱节，可是一出场没想到被这样的场面给吓倒了。哎，我感觉到我们来到了这嘉隆剧院这里哦，哎，这好像是我们的乐林万岁堂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今天第一届乐林合唱节的举行是我们四中教会，就是卫理公会、长老会、信义会以及圣公会所一起开办的乐林学院施工的另一个里程碑。我都当赞美你，万民都当颂赞你，因为你向我们大施慈爱，你的信实存到永远，全地都应向你欢呼。Thank you.
快乐美好的事情。因为诗歌本身里面的信息就能够激励我们，能够鼓励我们，有人平安，有人喜乐。这是我们的特别感谢，很好，很好听，很好听啊，真的很好了，很好啊，喜欢。很好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很好，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好。特别欣赏那个泰国来的男生，没有想到只有男生会唱得这么好。哦，还好。很好，很好，唱得很好。今天的节目很好看，非常感动，非常好的节目。特别是外边嚟嗰个新生同埋嗰个泰国嘅。同埋我哋新加坡嘅潮州话真系好欣赏，会，谢谢啊，好要，会再来，我们还会再来，感谢赞美主，等明年就还再来一次，啊，最好每年都主办一次，明年有机会一定来咯，是希望明年我们会再来听，会，最重要同佢哋讲嘅有咁喜乐嘅场面。咁荣耀神嘅场面，个个都要嚟噶。